最厉害最厉害，而且呢最火，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光泽亮的，可以达到你所谓的 baby 般肌肤，就是你弄完之后你隔天会觉得哇，你的皮肤似乎就像做过焕肤一样厉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深田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最厉害、最厉害，而且呢最火红的，叫做焕柔雪肌嫩颜乳。这个牌子呢，我觉得它算是蛮厉害的牌子。然后呢，它是众星云集的是一个品牌。这个呢，非常厉害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光泽亮的，不会因为换季感受到刺激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偏修护性的保养品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。就是这种 QQ 的，非常的坚挺坚硬，粘弹性超好。我要来做一个厚敷的状态，它里面呢有熊果素，熊果素算是有点那种天然的净白剂，就是说它可以让你改善你所谓的肤色不均，它有透明度，像是你的保湿液。它里面还有一个成分就是之前韩国也非常流行的，就是叫做澳洲坚果，让我们皮肤锁住保水层的最主要个成分。然后呢，里面还有一个很酷的承诺要跟大家讲，就是叫做黄根提萃取，让我们的脸部紧实排水的一个成分。还有一个很酷的是一个最新的成分，就叫做草莓虎耳草，它就是比较兼具有那种抗氧化能力，里面有一些什么神经叶胺啊、牡蛎单根萃取啊这类的，可以达到你所谓的 baby 般肌肤，就你弄完之后你隔天会觉得哇，你的皮肤似乎就像做过焕肤一样厉害。发现还有层膜，所以呢，现在要弄水，先把它拍开，膜慢慢起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因为呢，它就是软膜，所以呢，它就是可以给我们肌肤一整天的养分，有没有很像蛇，然后脱皮，完完全全就是皮肤超好。你看我这边弄完的皮肤，这里拔掉之后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肤的状况，看，非常的亮。